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勾斗地主冠军杯 S5 春季赛八进四赛段一组的比赛直播。即将开启的是第二局的第一副牌，我们看向 A 桌视角，另外一桌韦家逍遥三分超满了，英雄应该不会三分呢。有这牌叫起来补的可是真好、哦、同方位同分值，但是坏消息是六七八九不大，开牌应该会开仨五。对，嗯，开仨五上家仨尖之后出单圈，出圈地主回二，然后四连队出对 K 包张单四，地主好像还是赢。哎呦，先出连队的话这两个三代是被控住了呀。啊，这牌先开连队好像还，哎呦不行、啊、上家要先蹲对 K 的话地主得出三不带才能赢哦。对，哎，门板抢二，门门抢二无双，看看先打撒尖的话地主是必胜，如果先打对 K 的话英雄得对二打三不带。好，残局来了，英雄精妙的残局来了。但是上家现在三还没见，上家有没有可能，他如果判断上家是对子回对尖的话，你现在打三不带也是必胜。对，不能打三的，哎呦，双赢。但是记牌得非常精准，就是能管上我小三代的只有撒尖儿的，挺难的。其实好记，开牌你出的六七八九，人家七八九十，你撒五撒勾，然后圈 K 很好记。对呀，还是打三不带更严谨一点。他可能想的是啊，万一下家有四个三，我打三代一我能防炸。但是上家这个牌他不像有单的样子了。嗯。哎呀，也开六七八九，那应该是打三不带了吧？看一下啊。啊，先动的对 K， 哦，你先动的对 K，、哦、你单牌没到位呀、啊。是的，我打三带一就没事了。是的，这牌怎么能先打对 K 呢？对 K 大了，你咋出啊，哥？再把撒尖卖掉，出一回一保一。对，应该是这个思路，快速打短。但是你不确定你的二有牌全呢。你出单回二的话，即使不大的话，你有撒尖俩 K 做防守，多大的劲儿！好，上家启动了，三到九，撒带一出一爆一，地主顺子不大，交牌。现在管上的话也不行啊，下家没三带了，嗯，但上家的圈地主就很难受。哎，下家八道尖管完。嗯，调单门板。